最新的一条视频有点帅啊，这个。肯定呐、啊。那个西服给我看懵了。看懵了，不至于吧？烟熏妆？没有啊，没有画眼线了。我的那个睫毛就蛮浓的。你想拍一个那个吗？你想拍你都拍不出来，你还不想？我三二一，然后你喊一声呀。二耿孝吉的身高应该有假，他也就一米九。你得给他提高吗？良心遭受到了瑞哥的质疑，现在哈，不是质疑，是眼见为实。我是大学毕业之后这两年又长了两厘米。瑞哥大学毕业后长高过吗？我大学毕业到现在缩了一厘米。瑞哥应该小学比我高。我小学老矮，然后初中到高中就是那个升学那个阶段才一米七四，就跟你现在一样。真的，我说实话，我初中就已经对呀、啊，初中咱们一边高，同一起跑线吗？一米六了。我初一的时候量过，我是一米六。我初三毕业的时候一七四，就高一那个体检是一七四。那你蛮厉害的，哎，长得蛮早啊。我初中毕业差不多一米六吧。真的、啊、真的，但是我小学比你高，我小学有一米五了，高中的时候又长了十几公分，把我妈喜死了，我妈太开心了，你知道吧？